OK， 欢迎各位已经开了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上的耳朵。也真是停了蛮久没有开台，上次开台是就是我把你就是偷跑埃尔帕兰竞速场的时候吧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的主题就是 Final Fantasy Club 第三弹。对，这次也有加了一些新的抽弹角。对。然后现在的右上角的是，我那个 FF 系列没有抽到的八位，包含这次新加入的，对，有三位是之前的啦，啊，有五位是这次新加入的，对，啊，对，那看到，奇怪，我是不是少了那重要的三位？对，没错，我基本上，Sephiroth、Cloud 跟 Yuna。都抽到了，对，那是第二弹的时候的事啦，对，那个时候氪了几弹啊，三弹吧，对，你看第一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那个 cosplay 不是八弹一闪，八弹才抽到那个 Sephiroth， 八弹才抽到 Sephiroth， 对啊，所以我应该算是蛮幸运的了。好，那么这一次呢，很好的是，你只要等级有50，你就可以免费抽一次这一次的 Final Fantasy 的抽单机。对，因为上次你看这张，就是最近在那个收集那个魔法石都没有抽，对，都没有抽。然后这个是上次那个挑战的。我也都没有领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抽一抽，就是免费的 Final Fantasy Club， 开追期间只要等级50就可以免费抽一次，有效期限到12月5号为止。好，那我们抽咯。这一次我的主要目标是 Tifa， 对，因为我看到他五光横就想到啊，哈哈，这样子我的光天就可以退休了。不是，光天其实也蛮重要的啦，只是就是啊，图面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明明是五光横，但是放 Tifa 跟放那个加白烈就是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啊，是 Tifa， 哇，是五光横，那就抽吧。其实可是六星也不是说抽就抽的啦，对的。好啦，还有雷光也是很重要啦，对啊，雷光也很重要，尤其算了，抽了就知道了。啊，结果开头零弹，而且还是重复的。等一下，我应该有他吧？应该有他了吧？我记得，还是我已经把他进化了，还是我没有抽到过？咕噜都有吗？这个是那个地狱的哦，有，泪影我已经把他进化了。好了，那有的话，那我就把他卖掉吧。有的话就拜拜了。他的是一回合，应该是75%吧。应该是75%哦，反正我一只就好了，把它卖掉吧。好，那么我先把剩下身上目前带有的三抽给它抽一抽好了。啊，等一下，他写什么？超 T 法超绝 UP 中什么？啊，对，想起来了，这次很特别的是，就是官方公布，在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角色 UP， 对，就是你要抽特定角，你最好在特定天里面抽。至于这个排程呢，官方好像没有出时间表，所以最好每天上去看一下。如果你要抽 Tifa 的话，你就今天抽。对，如果你要 Tifa 的话，就今天抽吧。哦 ，Tifa 来了！哇！
雷光中了，雷光中了。哇哇，莱托宁古，哇，天哪，谁受得了啊？竟然中了哎！哇，第一抽就中雷光，今天明明是 T 法 up 不是吗？哦，这个是，哎，这是金蛋哦，这就是金蛋哦。Onion Knight 什么 ？Onion Knight 洋葱骑士，你一点也不洋葱啊！木转火，暗转光，一回合操作时间延长啊！双转火火光三 combo 二点五倍四 combo 二点五，技能可以用，好，好好好，那这只也中了，我调整一下。等一下我妈回来。OK， 那么就继续了。今天明明是提法 up 不是吗？哦，这位是，这位是，这位是，最上烈光，最下烈火，OK， 棒。哎、欸，这次抽都没有重复，哎、欸，有啦，免费抽有重复到。OK， 那么需要去领石了。最近是6000万纪念嘛，所以每天一石。然后这个是上次的那个古灵卡练石。那口令查令机十颗，查令机荡熊十颗。嗯，这个时候来翻那范特西的合作真的是正好，还没拿完呢，下面还有。哇，直接抽了雷光就回本了，没有？虽然说这次目标是 T 法，不过雷光也不错。对啊，雷，你看 T 法是不是七星啊 ？T 法好像，啊不对，应该是六星啊。只是他这一次有就近跟那个超就近。OK， 我们又可以试抽了。等一下，我应该拿完了吧？嗯 ，OK， 拿完了，那我们又可以试抽了。今天明明是 T 法 up 哎、欸，明明是 T 法 up。哎，又是银弹。啊，是你啊？这是 zero 的吧？行，第一法来了吗？哦，为什么 Zephyros 你竟然这么快就滚下来了？第二只 Zephyros， 哦，那我这次把它停在六星就好，七星就好了，因为他后来超究竟又把衣服穿回去，哎、欸，第二只 Zephyros。T 法来了吗？明明是 T 法 up 的说，哦，想不多，这只也有了。这只我记得这只强化周边五暗的很吧？哇！哦哦，这只是阿龙，防御力之剑哦，有什么用啊？这破防，破防的话，不知道、欸、破防我可能也不会用这只吧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成果啊，不过我已经有一只卖掉了哈。
我抽到一次像是重复的就卖掉了，然后这次就是我诚实的抽，第一抽雷光，第二抽洋葱骑士，第三抽 ban，第四抽 S 已经有，我应该也会把它卖掉。第五抽 Sephiroth 第二只，第六抽香托托，第七抽不知道什么用的破防剑士。阿龙，我不知道哪一代的，对，啊，那么照惯例，如果有人叫我氪的话，那我就氪；如果没有，就到此为止。我先去把 S 卖掉。有人叫我氪的话，我就氪。香托托，最上烈暗，最下烈木。虽然我已经有一只了，如果有人叫我氪，有人推我一把的话，那我就再氪一单。香托托，无暗痕嘛，虽然说我就没有在用它，这样还要再留它吗？算了，我把卖掉好了，有一只就够了。真的没有人叫课吗？没有人叫课的话，那我就要去打打那个这次 Final Fantasy 的。诶，没有新的吗？诶，竟然还有陆行鸟跟那个。真的没有人叫我氪，哎，你们上次献神祭这么踊跃的，好吧，那我就尽量看看能不能凑到点石头来抽吧。咦，那个是自选吗？还是固定的？OK，这关打完我们就可以再抽一抽了。飞机这一只是第四只了吧？原本想说代替按那个亚米卡里，可是事实上根本就没有，亚米卡里是无可取代的。King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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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スクルト、ライアンハート。真没人叫我抽啊！其实我很想抽哎、欸，是大家在帮我踩刹车的样子。彩炼金蛋熊，这次也是石头吗？这次彩炼金蛋熊也是石头吗？我看一下啊，现在战友网是卡住了，彩炼金。彩炼鸡蛋熊，不是这次不是石头了。哦，竟然有10个人！
事实证明，就算没有人推，我还是会可以的。好了，因为最近日币也在贬值啊，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的了。对，好了，最后是七抽，就抽给大家看吧，帮大家测测看几率。又是你，这个不知所云的骑士。等，这好像有点不太对。哦，是女角。等一下，是女角没错吧？该不是很可爱男孩子之类的？换内容。最大 HP 38，回复觉醒状态3。哦，可以用。进化之后拿去继承吧。这可以取代那个绿奥吧？对吧，我记得那个 Odin 他的 Congonil 的 CG 时间是比较长一点，这样子剩上面三只了，下面能抽到了。 OK， 我这一次应该是15代吧，那个王子，帅气的王子。哇！Noctis， 哇！尊爵不凡的王子，又可以拿刀来护身，那可以拿跟着刀跑的，奇怪，我怎么觉得这个设定好像我在哪里看过？帅气，这只我其实知道这位其实是看那个看密友实况那个15代的试玩版，所以我才知道这位的啦。然后听说好像 Final Fantasy 有出一个 CG 电影嘛，就是《王者之剑》吧，还是什么的？是《王者之剑》吗？还是？没有说啊，如果你要玩15代的，或者是看人家玩15代，最好先看完《王者之剑》，因为你比较能知道他的故事到底在讲什么。对，而且好像做的非常不错。这次看没有玩那个15代试玩版，真的跟以往玩法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很有那种超级大动作啊，动作型的游戏了。已经不是哦，是替打，我已经抽好几只了，替打抽好几只。OK， 那卖掉。替打我抽太多只了，啊，秋果波不能继承啊。OK， 继续，还有13抽，哇，抽到王子就可以跟密友炫耀，不是？特务，哦，这位我也有了，霸子也有了，我已经把他那个有满技了啦，对，提法会不会下来呢？哦，克劳德，第三只克劳德啊，忘记把 Noctis 给。OK， 那么这一次我这整台就只剩下两只没抽到了，只剩下这那位是谁啊？那个黑色的那位叫什么？我都忘记了。尤其是因为我那个 Final Fantasy 系列只有玩过7代而已，对，
而且我七打还没有破完，所以有很多角色我不是很清楚。我现在忘记人家的名字，还是太失礼了。我看一下他的名字叫什么，塞西尔啊，塞西尔。那我们这种塞西尔跟提法了。哦，可要的不嫌多，我都可以组，快可以组车队了。你有三只啊，快可以组车队了。叮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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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
呀修多啦，我不知道，只是这只我已经有了，对，我已经有了。而且无畏进化的还有一只备用，所以我把它删掉好了。OK， 再来，剩十抽了。那只其实还蛮不错的啦，最近也有超旧进，所以应该是蛮……哦，又是 T 的，又是你。什么时候 T 法会来呢？今天明明是 T 法 up 啊！如果要抽 T 法，最好请人抽。就是你，红冲骑士，就一只就够了。对，这样说的话，我的八字要不要给他两端木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同样的最好是留两只啊！我刚刚犯了一个严重的错，我像这种东西最好可以留两只，拿来继承用的。提法，提法！哦哦，赛西尔！哦，赛西尔这次也有强化。哇！结果今天 T 发 up， 结果 T 发最不会出我，怎么会这样子 ？T 发 up 不是吗？明明是 T 发 up 的，结果 T 发最不会出，是不是搞错什么了？做个波，啊，算了，这个吧。还剩下七抽，啊，其实脸黑的时候就洗个脸再继续抽了。有时候，像我记得有些人在分析，就是游戏公司的抽蛋的一些机制，大概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会去抽选什么，我看不太懂他都在讲什么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抽蛋的时候不要连续抽过一段时间再抽，大意是这样子。可是这很多都是感觉文了，对啊，我怎么就是你？好了，反正我刚刚就是说我要多留一只你嘛 ，OK？ 洋葱骑士，明明是 T 发 up， 就整台因为 T 发最不会错，当然是 T 发，目标当然是 T 发，而且今天 T 发 up 哎、欸，今天 T 发 up， 结果 T 发最不会出是哪招啊？我出 T 发之后全部都抽到了。都是比比耶、欸，比比我备用吗？我有备用啊，对吧、啊？比比有备用，我爸只有一只进化的，然后一只未进化的备用，也剩四抽了，剩四抽了。今天明明是 T 发 up 的，我在声明是今天要抽 T 发，今天抽，他们明天就，哦哟！第二只 Yuna， 哇，真的，那除了 T 法之外，其他都出来了。不是 Cloud、Sephiroth、Yuna、然后 Lightning、Gu、Sephiroth， 咚咚都出来了，就只有 T 法不出来呀、啊！有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搞？今天不是 T 法 up 吗？我是不是看错了？等一下，我再看一次。等一下，我再看一次。
我看错了，今天是踢法超绝 UP 中到今天21号今天嘛？对啊，今天明明踢法超绝 UP 啊，结果我整台都抽到了，就只差踢法，这是哪招啊？踢法是几星啊？他应该六星啊，对啊。他跟你看我克劳德、Cephalos、Yuna、Cecil 跟 Lightning 都抽到了，而且 Noctis 都抽到了，全部六星只差 T 法，你跟我说超绝 UP 这感性？对啊，有抽一抽，结果我抽到那个什么 Lane 吧，一直以前抽到的银弹，对啊，哇，我整台六星都抽到了，只差 T 法、欸，你跟我说超绝 UP 这你感性？哇，海底捞月啊，没有，好啦，终于抽了。跟我说 T 法超绝 UP， 我是不信啊。对啊，啊，如果最后一周抽到 T 法，我就赞叹公口了。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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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猴子。你看我存了那么多只，好，那么这一次的就抽到这里为止好了。伤心，选叶叉哦，上次那个没有抽，应该是说抽不到啊，不是说没有抽，是抽不到，只是没有特别刻。好，这次免费抽抽的已经卖掉了，中间也抽到很多，我免费抽大概抽七抽吧，然后再加上一单，所以这次差不多是抽了二十五抽吧，差不多25抽吧。对，然后就是这次 Lightning， 然后 Onion Knight One Cephalos， 然后阿龙，这只不是，然后 Panel Noctis Buzz格道的 Cecil， 这不是连抽的，我中间有卖掉啊，两中骑士 Yuna， 那最后再一次击打，我已经太多只了，现在看它的掉落率就是默暗掉落嘛，然后我就存了好多只，结果现在还抽到啊，哇，你看一单内抽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次六星几只啊，六星我看一下，现在加了这次新加入之后，六星有 Cloud、Cephalos、Yuna、Cecil、Lightning 跟 Tifa、Noctis 有七只，我抽七只，我一二三四五六，七只抽六只差 Tifa 这样子，然后今天 Tifa 超绝 UP， 跟我说今天踢法超绝 UP， 我的五光棚就这样子飞走了。好啦，没有下一单了，对，一单而已。这样子我已经是超绝欧洲人了吧？我都已经这样觉得了。只是踢法切开都是黑的，不是，踢法本身好像就踢法超人气嘛，所以虽然同样是六星，可是它几率肯定比 Safe 都是在低一半这样子。啊啊，这可能是没有缘分吧。可是说不定第四弹的时候就抽得到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像在第二弹的时候，我没有抽那个 Cephalos 跟 Lightning 啊，那结果这一次抽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第一弹没有抽到 Cephalos， 没有抽到 Cloud， 也没有抽到 Yuna， 第二弹就抽到了。所以很多都是缘分啦，当季的比较难抽这样子。好啦，那这次抽也抽完了，对，然后 Cephalos 也超，这次比较明显的强化是谁啊？就是那个 Cephalos 多加两个杀手，多加了攻击杀跟神杀嘛。然后 Cloud 是加什么？我看一下 ，Cloud 加什么？你看 Cloud 之前就抽两只 ，Cloud 加一光痕跟 EU 一双体啊。然后，等等 ，Yuna 是光束，忘记 Yuna 是加两手指，两手指，我觉得你比较需要防风啊。
那么这次有幸的又抽到了其他的六星，好啦，那么这一次就差不多更多的手指。原来召唤师的手指特别多，召唤师的手指特别多。好啦，那抽的也差不多。这次哦，七乘六是踢法，忘记这次多做一只七乘六就踢法嘛。对啊，好啦，那我。还有谁开城镇呢？好，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。这次有开了一个新的夹链机大英雄，对，就是 LV 到 LV10，我们也是会实况，可是可能不是今天，因为现在要去吃饭了。对，所以我先去吃饭了。这一次就是当单纯的抽抽台，下次再来打那个夹链机大英雄。那么就大家下次见了，不敢看现场看重播的感觉感想。那我们的Final Fantasy Global 的卡价20级抽就到先到这里好了。那么下一次的假联机当上台再见喽，大家先去吃午餐吧，大家拜拜喽。